我们也是一直边做边学，这也是都是做中学。像穿针啊，眼睛又看不到，看不到针孔，眼力就是一个问题。纯粹义工啊，因为之前老板娘是在杭州了，有好康的就给我倒小锅，这都是好康的。 刚开始大家也有点慌啊，后来是我做口罩，我心里才觉得，做有意识不会慌，这一阵子也觉得很踏实。